大家好，欢迎收看诚心诚意，我是庄正诚。历史历代有许多学者都曾经怀疑圣经当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是否正确，历史的史实只有一个，不同的人做的解读不同。在目前考古发现的证据以及圣经学者的争议与挑战当中，虽然尚不能证实圣经完全无误，但是可以加强我们对圣经所记的历史背景有更深更完整的新知识。本节目制作的目的是要让人感受到圣经是值得人去研读的，透过圣经考古学的研究，扼要而充实的供应读者不同的视角，使读者可以得到反思的装备，以便对圣经做更专门性的研究。今天我们要探讨的题目是金灯台。哈努卡是犹太人一个特别的节日。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曾经提到，叫做修殿节，也有人称它为献殿节、众光节、汉奴家节，或者是马加比节等等。这个节日是在犹太历基斯流月第25日至提别月第2日，大概是在西历的11月至12月期间，一年有8天。庆祝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马他提亚这个爱国的犹太家族战胜亵渎圣殿的叙利亚人而光复犹太地和圣殿的事迹。修殿节的故事要从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说起。希腊在亚历山大的率领之下征服了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但是亚历山大大帝并不干预当地的宗教，他甚至容许当地拥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这样过了几个世纪以后，叙利亚的西流古王朝接管了犹大。在公元前186年，安提阿古四世继位。安提阿古四世强迫犹太人敬拜偶像，并且接受希腊的风俗文化，更加逼迫犹太人不准他们行割礼、守安息日，违背着全家处死。当时有几万名不肯就范的犹太人，包括男人、妇女、小孩及婴儿，因为坚守信仰，甚至殉道而死。在公元前167年，安提阿古四世率军来到了耶路撒冷，进入了犹太圣殿。安提阿古四世在犹太圣殿当中安放了希腊宙斯的神像，建立了宙斯的祭坛，并且在宙斯的祭坛上面献猪给宙斯。我们知道，猪在犹太律法当中是不洁之物，是绝对禁止吃的。然而安提阿古四世竟然将猪血带入了犹太人的圣殿的至圣所，这至圣所是大祭司每年一次在赎罪日才可以进入的。安提阿古四世将猪血带入至圣所是对犹太圣殿极大的亵渎，安提阿古四世污蔑的行径是前所未闻的，因此犹太人对他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安提阿古四世不但在耶路撒冷这样做，而且把这种崇拜希腊偶像的习俗推行到了各地。他派了一个叙利亚的军官率领了一批士兵来到耶路撒冷城西边的一个叫做莫顶的小城，他们高高的筑起希腊神像，并且召来犹太百姓要来献祭。他甚至对当地极有名望的一个老祭司马他提亚威迫利诱，要他带头顺服安提阿古四世，而且献祭给希腊神像。马他提亚不从，但是有一个犹太人为了讨好长官竟然上前献祭。马他提亚见状怒不可遏，当场执起了铁锤就把他杀了。马他提亚的儿子们一不做二不休，又把叙利亚军官也杀了。
马太提亚家族登高一呼，凡是愿意敬拜上帝耶和华、遵守律法、不愿意顺从去敬拜偶像的犹太人都来跟随他们。他们武装起来，以游击战术来对付叙利亚官兵和亲希腊派的犹太人。革命一开始没多久，马太提亚就去世了，临终前指定他的第三个儿子犹大继续领导。犹大骁勇善战，大家昵称他为马加比，意思就是指铁锤子。在公元前165年，犹大率领的革命军突袭进入了耶路撒冷，在基斯流月25号进入了被沾污的圣殿当中，清除了所有异教徒的东西，圣殿终于重见光明。这就是犹太史上有名的马加比革命。马加比革命成功之后，他们收复了圣殿，他们发现在圣殿当中至圣所所放置的金灯台原本是一直点燃着不可熄灭的灯火，因为没有祭司打理的缘故，灯台早已熄灭多时。当他们准备把洁净了的圣殿奉献给神的时候，却发现圣殿只剩下一瓶纯净的圣灯油可以用来点燃金灯台。那一瓶灯油的数量仅仅只足够点燃一天，但是祭司们却需要8天以后才可以供应更多的圣油。结果那一瓶只足够点燃一天的圣油竟然奇迹似的燃烧了8天，并且使得圣殿大放光明。从此犹太人为了纪念神的拯救和奇妙的作为，每年基斯流月25日开始，一连8天大肆庆祝，并且举行献殿礼。这个节日被称为汉奴加节，意思是众光节，也称为修殿节。每年修殿节的期间，犹太人家家户户在家中、在房顶上、在行人道旁、在犹太会堂当中、在酒店里面，或者在任何可以放置灯台的地方点燃灯台。他们又互相送礼道贺，到处充满了欢腾和感恩的气氛。这个跟我们圣诞节有很相似的地方。金灯台是犹太人当中一个最古旧的一个标志。根据旧约出埃及记第25章第31节、第37节，摩西以杏花的形状制作7个分支的金灯盏，起初在犹大旷野会幕当中使用，后来在耶路撒冷圣殿当中使用。学者孙宝林在《启示录万王之王》这一本书当中指出，在先知传统里面，金灯台的7个灯代表神的眼目，而在列王记上描述金灯台放置在圣殿至圣所里面代表神的同在。甚至在第一世纪以及较后面的犹太传统里面，7个金灯台被视作为天上星宿的表率，继而象征犹太信仰传统当中的公义和智慧之事。灯台的7个灯盏推测是根据创世纪当中神7天创造天地，中间的灯盏代表着安息日。然而灯台不仅仅只有7个烛台的这种样式，有些灯台是有9个烛台的。这种9个烛台的灯台可以称之为再现圣殿节灯台，或者是犹太教9烛灯台。修殿节的灯台有9支，正中的那一支通常会比较高一点，是用来点燃其他8支的。那8支是纪念修殿节期间的8天，代表的油用了8天的奇迹。灯台
当中的烛台称之为 shamash， 点灯的时候先点中央的烛台，再使用中央的烛台的灯火来点燃其他的八支灯台。出埃及记第25章31到40节叙述了灯台的形状。灯台是用一块金筋所锤出来的，而不是有几个部分连接起来的。灯台有7个枝子，枝子上有花和球的设计。根据犹太人的传统，灯台高18掌，约4尺6英寸，重一他连德，约100磅。在公元70年，罗马军掳掠了圣殿的圣器，而且将它带到了罗马。现在在靠近罗马竞技场北面有一个提多凯旋门，提多凯旋门上面的浮雕就雕刻了当年罗马士兵抬着金灯台的样式。自公元70年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犹太教徒就祈祷着神的应允，希望能够在圣殿山上建造第三圣殿。这种祷告是犹太教每天3次的祷告当中正式的一部分。尽管圣殿尚未建成，但是它的概念和犹太人对圣殿的建立的渴望在犹太教中仍然是神圣的。塔纳赫，希伯来圣经当中记载了先知对第三圣殿建立的预言，声称第三圣殿会在弥赛亚的时代被重建。圣殿研究所是一个以色列的组织，这个机构致力于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重建第三座犹太圣殿。这个地点目前是伊斯兰教磐石清真寺所拥有。圣殿研究所通过研究圣殿的建筑和形式，圣殿内所用的圣器、服装以及建筑计划，他们渴望未来能够达到重建第三犹太圣殿，而且恢复圣殿献祭仪式的目标。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准备圣殿内所用的圣器，以便当情形一旦允许他们建造圣殿的时候，建造的工程能够立刻开始。在需要的90多项圣器当中，圣殿研究所已经完成了许多项目。在公元1999年，圣殿研究所重造了一个金灯台，预计将来可以在重建的圣殿当中使用。根据圣殿研究所说，这个灯台是按照摩西律法的描述而造的，但是这个灯台是中空的，里面是铜的结构。它的制作的方法是将预先铸造好的铜架浸到一大桶的熔金里面而形成的。说穿了，其实就是一个铜包金的灯台，但是他们认为这个灯台也合乎出埃及记25章31到40节记载着一块金筋而成的这个规定。灯台的侍奉，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摩西会幕的灯台是放在至圣所的南面，面对着陈设饼的桌子。犹太人传统说，灯台是朝东和朝南斜放的。有些拉比说，在东面的3盏灯是朝西北对着中间的灯，西面的3盏灯是朝东南对着中央的灯，中间的灯是朝东北向房子的中间。这中间的灯有时候叫做西灯，因为它位于东面3盏灯的西面。每盏灯都可以盛大概有6只鸡蛋的容量的这个灯油，足够半天点灯所用。灯台的神迹，在摩西会幕时代，祭司早上要清理灯，傍晚时从祭坛取火重新
点燃熄灭的灯。后来有传说提到，位于中间的灯早晚不断的点燃，虽然用同样分量的油，中间的灯却可以点燃一天之久，拉比称为灯台的神迹。到了第二圣殿时代，犹太人传统要求每天早晚祭司必须要打理灯台上的灯，除了最东的那两盏灯以外，其他的灯祭司要捡灯芯、除灰和加油，如果其中有灯熄灭了，祭司要将灯芯和旧灯油取下来，换上新的灯芯和新的灯油，从中间的灯取火来点燃。但是如果中间的灯熄灭的话，这祭司就一定要从祭坛取火来点燃。在犹太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的几百年，犹太拉比编辑了两部关于犹太人的思想、宗教、历史以及注释的经书。一部是在巴勒斯坦写成，叫做《耶路撒冷塔勒木》；另一部在巴比伦写成，叫做《巴比伦塔勒木》。在《耶路撒冷塔勒木》当中有这样的记载：圣殿被毁之前的40年期间，熄灯熄灭，红线仍然是红色，沾灸必沾在左手。他们晚上关了的各大门，早上却发现完全打开。在巴比伦塔勒木当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我们的拉比教说，在圣殿被毁的最后40年期间，那一只归于耶和华的鸠没有沾在右手，红线没有转白，熄灯没有继续燃亮，以及圣殿的门自动的打开。两部塔勒木都述说同样的事，说明了这些事情的发生是在犹太人当中大家所接纳的事迹。首先我们来讲沾灸的神迹。这个神迹是关于在赎罪日沾灸的事。在赎罪日那一天，犹太祭司要沾灸，决定两只献祭的公山羊当中的哪一只是归于耶和华的公山羊，哪一只是归于阿撒谢勒的公山羊。这一只阿撒谢勒的公山羊又称为替罪羊。在公元30年前的200年期间，当大祭司沾灸两块石头当中，有一块是黑石，有一块是白石，他有时候会沾中黑石，有时候会沾中白石，次数都差不多。大家知道这是霍兰律所造成的结果。但是自公元30年开始，连续40年来大祭司都沾中黑石，这件事情发生的机会是2:40。这件事情所发生的几率相当的微小，比你买彩票中奖的几率还要小。那个归于阿撒谢勒的鸠，就是代表沾中替罪羊的那块石头黑石，是由公元30年一直到公元70年连续40次都要沾中，这个是违反霍兰律规则的，所以被认为是一件悲哀的事情，意味着赎罪日的仪式当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基本上改变了。这沾灸的事被认为和另外一件神迹有关，这一个神迹是关于那个绑在阿撒谢勒的替罪羊身上的红线或者是红布，部分的红线或红布会剪下来绑在圣殿的门上，每年在殿门上的红布都会变白，意味着
神悦纳了赎罪日的救赎。以前每年都会发生这件事情，但是在公元30年之后，一直到圣殿被毁，红布依然是红色的，这肯定令犹太人不安和惊慌，因为这个传统习惯是和以色列人认罪以及将众人的罪孽都归在阿撒谢勒的这个羊身上有关。罪是代表由这只替罪羊以死来替代，布的红色是代表罪，但是布保持红色就代表以色列人的罪没有被赦免而变白。神借着以赛亚先知说，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并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这很明显的指出，在公元30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得每年一次赎罪日当中要带出的救赎已经得不到预期的果效了，而救赎应该是借由其他的途径而完成的。究竟是谁或者是什么完成了救赎呢？虽然圣经没有记载红布的事情，但是在公元30年之前很多年，译者西门 Simon the Righteous 任大祭司的这40年当中，每次当他进入至圣所的时候，那个红线必定会变白。犹太民众都留意到这个细节，他们亦有留意到这40年当中，每次译者西门都沾中归于耶和华的这个咎。在西门以后的祭司，有时候会沾中黑色，有时候会沾中白色，而那个红线有时候变白，有时候不变。所以犹太人相信，如果红线变白，就是代表神悦纳了赎罪日的祭祀，而以色列人就确知神已经赦免他们的罪了。但是自从公元30年之后，有40年之久，红线没有变白，一直到圣殿被毁，祭祀完全停止。究竟犹太人在公元30年做了什么事情，以至于在赎罪日有这样的改变呢？其中一个解释就是，在公元30年4月5号，就是在尼散月14日逾越节的那一天，耶稣基督从以色列当中被剪除，耶稣以死献上自己，成为赎罪祭。所以传统的救赎方法已经失去效力，再也不能成为在赎罪祭当中奉上的那两只山羊身上。耶稣就像一只纯洁的逾越节羔羊，虽然没有罪却被宰杀，但耶稣的牺牲和圣殿的祭牲或者是赎罪日的祭祀有所不同。耶稣不是短暂的遮盖了罪孽，而是借着神的恩将赦罪的应许赐给一切愿意接受耶稣建立个人关系的人身上。这是一生当中一次的事情，不是年年需要重复不断的举行仪式和献上生祭。赦罪的方法在公元30年已经改变了殿门的神迹，这个神迹是犹太权威也公认的，就是自公元30年开始连续发生的40年，圣殿的殿门每天晚上自动打开。当时有位最高的犹太权威人士，叫做约哈拿便撒基，宣告这是一个破镜的凶兆，
圣殿将要被毁。在耶路撒冷塔勒木当中记载，约哈拿便撒基拉比对圣殿说，圣殿啊，为何使我们惊慌？我们知道你最终要被拆毁，因为经上记着说，利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这是记载在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以上这些神迹支持的证据，意味着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这个圣殿，这里不再是只容许大祭司去的地方，而是给那些进来敬拜的人来打开殿门的。圣殿灯台的神迹，第四个神迹就是圣殿的灯台上七只灯最重要的那一只熄灭了，不能够继续燃亮。前面提到了第二圣殿时代，犹太祭司必须要打理灯台上的灯，除了最东的那两盏灯以外，其他的灯他要捡灯芯、除灰和加油。如果其中有灯熄灭了，祭司要将灯芯和旧灯油取下来，换上新的灯芯和新的油，从中间的灯取火来等亮。但是如果中间的灯熄了，就一定要从祭坛上面取火来点亮。然而40年来，每天晚上灯台上最主要的那盏熄灯都自动的熄灭，无论祭司们如何尽力预防它熄灭，都无济于事。欧尼斯特·马田说，事实上塔勒木告诉我们，在傍晚时，在日头时没有燃点的那几只灯，要从熄灯取火来燃点。熄灯应该是常常点着的，像那些国家纪念碑上面的不灭之火，这盏熄灯要常常的点着，不可以熄灭。因此祭司们要常常预备多一点橄榄油，确保熄灯无论如何都要继续的点燃。但是在基督宣告圣殿要被毁之后的40年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每天晚上有40年之久，那盏熄灯都熄灭了。祭司在傍晚的时候已经特别留意要打底熄灯，但都不能使它继续的点燃。同样，那盏灯每天晚上都熄灭，这件事情是大大不可能的。而连续超过12500个夜晚，那盏熄灯都熄灭，一定是有某些不寻常的事发生。那灯台上的灯光是代表与神、他的灵以及他的同在相交，现在已经不在了。这特别的启示在耶稣基督被钉死的时候开始。以上在公元30年的这四件奇迹似乎是不可能用自然的方法来解释的。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你也许对本节目一开始就提到修电节那一瓶只足够点燃一天的灯油竟然奇迹似的燃烧了8天这个神迹心存怀疑。你或许也很难相信连续超过12500个夜晚，那盏在圣殿的熄灯都熄灭了这件事情。但是以犹太教徒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的角度，我们来分析，他们实在没有任何动机和理由去伪造有40年之久那盏熄灯都熄灭了这个故事。然而在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后的40年，也就是公元70年，大患难和可怕的试炼临到了犹太全国。对于这个灾难，耶稣早有预言，但愿你在这日子知道有关于你平安的事，不过这事现在是隐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要筑起土垒包围你，
四面困住你，并要消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另一块石头上，因为你不知道你蒙眷顾的时候。耶稣即将面临生命最大的苦难，他不为自己哭，却为了耶路撒冷这个要置他于死地的城而哭泣，为犹太人的不幸而哭泣。犹太人是神的选民，蒙神所爱，却不肯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但不信，还企图将耶稣杀害，这罪行将使圣城失去平安。耶稣知道耶路撒冷将要遭遇的一切，耶稣遇见了灾难快要来临而哭泣。公元70年，罗马提督将军筑起土垒攻进耶路撒冷，把城墙及圣殿全部拆毁，百姓遭受屠杀。耶稣因为遇见这情形，就为圣城耶路撒冷哀哭。我们应该以耶稣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更多的关顾社会和大众的现状以及大众的未来，要为这个世代可憎之事哀哭，期盼上帝的怜悯和慈爱得以彰显在我们周遭的大众身上。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5节这样说：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让我们成为一盏小灯台，可以照亮周围。当我们看到很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不仅仅只是咒骂黑暗，而是愿意点亮我们的烛光。谢谢你收看本集诚心诚意节目，我们下次见。